我们继续来钓我们的今天的生鱼片，铁板，跳底，将饵抛到我们的最远处。OK， 将饵抛到指针位置，收紧风线，自由下沉。这个铁板是有颤沉的，黑鱼、黄鱼特别喜欢吃结口眼。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雅片的生鱼片会不会亮个相。开始跳，收线，跳，收线，来了！哎呦我去，跳，收线，跳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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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这是？现在我不确定它是什么东东，但是来了。哇，是一串水草，太遗憾了，我以为是海星，我以为是，原来是海菜。这海菜可以吃吗？要不然我把它拿家去吃掉吧。我现在选用的是2.4米的 M 硬度，然后2500的纺车，15克的铁板，进行跳底的搜索，进行跳底我们今天的生鱼片目标鱼种。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生鱼片会不会成为我们今天晚上的盘中餐。咱们幅度稍微小一点点，来哦，小一点果然奏效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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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又是水草吗？啊，不会吧，运气这么差。我看看是不是，我觉得像鱼，应该是鱼，生鱼片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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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哇，真的是一条鱼，但是它太小了，但是它等它长大再吃生鱼片吧，好吗？等它长大再吃生鱼片，好吧，我送你回家好吗？拜拜，叫你的兄弟来。